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东慈院胸腔内科暨睡眠医学中心邱国良医师。在昨天的现场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台东慈院过去四年来的努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很感恩的邀请到台东慈院的大家长，我们的陈志勇院长。院长你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我是陈志勇医师。是，还有我们的庄淑婷副院长，庄副院长你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淑婷。以及我们的胸腔外科吴正元主任，吴主任你好。你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正元医师。首先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 call in 团队。我们今天第一位是肝胆肠外科林忠义主任，我们的心脏外科余荣明主任，大肠直肠外科邱建明主任，我们血液肿瘤科李典坤主任，以及风湿免疫科林亮宏医师。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有医疗上面的问题，欢迎您 call in。 我们 call in 电话是0701005731。我们知道台东慈院在8月1号已经搬迁到新的医疗大楼，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 VCR。 顶着烫人的高温，烈阳下慈济之工的衣衫早已湿透。为了迎接8月份台中慈济医院第一院区医疗大楼的启用，志工们不顾汗如雨下，加快手边的动作。那热天咧嘛是风雨无阻，热天，因为你知咧人生中那个下晡时啊吼，伊日头晒到涂骹拢烧烧，顶面日头搁咧晒，在下晡班咧做，会加足辛苦。户外忙着铺砖，室内则忙着清洁打扫，每一个缝隙，每一个凹槽，志工们一个也不放过。早上就很早就放弃这些睡眠的时间，很早就已经出门了，到这边来了。他们就感觉到非常发心，真正的去付出。来自四面八方老老少少的志工菩萨们欢喜付出，用行动护持这一块抢救生命的福田。随着第一院区工程日渐完善，搬迁的大工程也在全院同仁与志工们的核心协力下顺利展开。不要打扰到医院的正常的运作，所以那种理由非假日都利用5点半，已经剩下晚间门诊很少的量，我们再开始动作。所以这有一挂上班的师兄啊，恁足感心的，就是讲，因拢下班就随赶过来，甚至暗顿拢无食。尤其是到尾啊，这3-4个月，迄阵啊，我甲陆军长，迄阵啊有12个班底，有连锁装，佮有搬厝，还佮打扫。所以讲，这种种的工作，拢爱足感恩恁这中区的师兄师姐扶持。从铺连锁砖、打扫到搬迁，将近4个月的时间，中部地区的慈济志工动员超过15000人次。而经历4年多来的共事，院内的同仁更是目标一致，针对新医疗大楼的空间及动线配置、新旧设备添购、拆装等多如牛毛的工作，一一规划演练。尤其是原来院区的病患要运送到新医疗大楼，更是要以病患与家属的安全为第一优先考量。在全院同仁与志工们齐心协力下，圆满完成这一次的搬迁工程。接续服务病患的工作，也期望在新医疗大楼提供更优质、更舒适的医疗服务，加惠民众，提升健康与生命的保障。在刚刚的影片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志工菩萨对我们的一些付出哈。那是不是先请庄副院长跟我们谈谈这几年来，还有在搬迁过程当中，我们的志工菩萨的一些辛苦的帮忙？好的，其实这次哈能够顺利的搬迁，做到无缝的接轨，真的是要感恩很多师兄师姐无所求的付出。他们哈白天上班哦，然后利用晚上来帮我们搬迁，最重要当然就是以病人为中心，为了怕影响病人的医疗作业，所以他们都利用自己下班的时间，然后不影响病人的时间来搬迁。那刚开始我本来想说师兄师姐都很幸福哈，那是不是比较重的东西，像冰箱啦，有的药器冰箱很大台，是不是就交给专业的搬家公司？结果呢，那个师兄师姐来探勘的时候就说，这我们可以搬啊，那个我们可以搬啊，然后指这个那个搬，那个可以搬，结果呢全部都可以搬，所以好让人感动哦。那看到一个故事，就是哈，一来搬迁的时候哈，有个看起来就是很资深、很
很年纪很长的师兄，那我想说，哎呦，这师兄怎么搬呢？结果他法喜充满了，然后就说啊，没有没有，大家好大家好，我来搬家。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欢喜心，然后即使是搬一张小板凳，他们都很高兴。真的是哦，讲到这个搬家哈，真的师兄师姐这个慈济的搬家，实在是应该是没有人比得上的，真的很感恩他们。是的，所以很多的志工菩萨很发心啊，很欢喜的来一起帮忙哈。对。那在这一段的搬迁的过程当中，很多大大小小的设备啦等等的搬迁也相当的不容易哈，是不是跟秦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去做规划呢？在去年的八月，就是1999年8月开始，那我们整个企划团队啊，包括院长室、企划室、总务室，开了将近有80几次的会议啊，大大小小的会议。我想主要是针对医院的搬迁、非同一般住家的搬迁，因为它除了设备以外，它有仪器之外，还有周边环境的布置之外，又还有病人的搬迁，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部分。如何安全地把病人送达到我们新的院区，这我们一直在做思维。那每一个步骤必须要环环相扣，怎么样把一个最好的一个流程搬过去，同时从旧院区原来的院区搬到我们的新的院区，一定还有设备上的问题要拆下来，要运送，要组装，甚至还要开始先运作，先试运，然后再经过安检之后才能够使用。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会耽误到病情的话，我们也是非常不愿意看到它发生。所以在评估很多的设备以前，必须要去看看需不需要先采购新的仪器，也的确我们采购了很多最新颖的仪器来跟原有的仪器来做搭配，也希望在这一段时间不要影响到任何的一个病患的一个照顾。是，那刚刚院长提到病患当然安全最重要哈，所以很多病患的一些轻重怎么样去搬迁的规划，院长是不是在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达到滴水不漏，然后病患安全第一？这个要很感恩哈，加护病房的吴主任，还有一些加护病房的护理人员，甚至包括手术室的一些护理人员，这整个护理部跟行政团队跟医疗部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是我们这一次顺利搬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刚刚就像庄副院长所提的，师兄师姐几乎是从头到尾都跟我们沿路相挺。就一路相挺，如果没有他们这样帮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搬迁顺利。因为从铺连锁砖到打扫，到小仪器到大设备，几乎都有师兄师姐的影子在那边，所以非常感恩他们。是的，那在搬迁的过程当中，从开始旧院区的一些启用到现在4年多哈，那我们知道吴主任是创院的元老，那4年来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点点滴滴，是不是跟我们一下分享一下？是的，我觉得来慈济是我最大的福报了。那在1996年1月份的时候来到慈济，跟随旁边两位元老，那一路走过来，真的是感恩上人，让我们能够在这片福田上用心的耕耘。好，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医护团队啊，都是来自四面八方，各有各的理念。但是经过慢慢的磨合，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在合心合气、互爱协力之下，能够把团队的精神发挥到极致。那从一期到现在二期，那这么大一个空间里，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我们都有这个共识，在院长、副院长好继续一个领导下，好，我们会做得更好。是的，那台中慈院新的院区哈，实际上它的建筑设计实际上是跟传统医院不太一样。如果大家或观众朋友大德从外进来的话，可以发现它的这个感觉完全不像医院。所以它的设计啦，空间规划到底是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意涵在里面？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 VCR。灰色素雅的台中慈院，沉稳地坐落在山脚下，创新的合院建筑斜屋顶是科技与人文结合的绿能建筑，而一走进大厅，宽敞舒适的空间，在佛陀问病图的辉映下，让来看病的人也能沉淀心灵，缓和因病痛所带来的焦急与不适。最终啊，它就是用环境来让病患一进来就做一个很好的心灵上获得舒坦，那当然加上志工的软体，所以从人的思维的角度出发，因为以人为本啊，这种真正不是从利己，而是从利他出发，那真正的达到什么？达到一个每一个人的一个健康，自我的健康管理，
从建筑与空间的人文语汇传达出台中慈济医院的医疗人文，除了提升院内的医疗设施，更着重在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为了更方便民众就医，新医疗大楼的诊间全面使用电子叫号系统，就医的民众可以在诊间外面透过健保卡完成报到手续，有效地掌握看诊的流程与时间。再加上自助缴费柜员机以及领药系统，电子化的服务满足民众就医看诊需求。看一下，这个是你手术之后的那个，你有没有看过？没有。OK， 你看一下啊。调整你的脊椎的构造，就是你站。那医疗其实它分作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专业，它要在专业上面呢达到非常高超的水准，更重要的就是在服务态度这人文面，我们希望提供非常温馨亲切，那么既有爱心的这样的服务啊给我们的乡亲，这个是我们的特色。台中慈院新医疗大楼空间开阔，人文气息弥漫，希望为大台中地区带来不同思维的医疗服务。在正言上人的期许下，不仅是一家抢救生命的医院，更是成就慧命的道场，让每一位走进这一家医院的人都能够身心安顿。那从刚刚的影片当中我们看到，如果从远远来看，我们台中慈院一些垂檐啊还有一些合院的一些结构确实是跟传统的医院不太一样，那我们的院区，新的院区是原来院区的五倍大的空间，所以一进来这样子的医院的工作的一些氛围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先请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每天进来这么大的一些医院，那里面的一些人文的一些感觉感触是怎么样的？那我的第一个感触是压力，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建筑，而是来自于我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一直觉得上人一直讲无宽不如心宽，就是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个建设，那么这么庄严一个建筑，而且那么人文的一个周围的一个环境，更希望让我们在这个那么好的环境里面做更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服务。那我们现在的医院全体来讲一共有140几位主治医师，所以我相信我们以团队的医疗更能够服务更多更多的病患。那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想说怎么样发挥最大最大的效能，一直是我心里在想的一件事情。那现在的疾病非常的复杂，不会像以前那么单纯，连单纯的外伤都是多重器官的损伤，所以很多的疾病也是环环相扣，所以要有怎么样用团队的力量来把它整合起来。是的，那周副院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里的感觉吗？因为上人说哈，人文就是人品典范，文史流芳，所以我自己个人会比较觉得说哈，慈济的人文到底在我们这新的建筑，怎么样把它发挥得很淋漓尽致？所以其实不是只有茶道、花道，我想最重要就是照顾病人的那颗心。在原来的院区的时候哈，上人给我们设计的是叫唐氏回廊，大家都口。就是上廊说这个唐氏回廊大家都知道，然后呢在这个新的院区哈，大家现在都称什么叫做四合院花园，所以这个四合院的花园哈就飘着这个花香人文香，那最重要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医病的心啊，在这个人文的气息的带动之下哈，真正的用心照顾。刚刚庄副院长提到花香人文香哈，所以这也是整个台中慈院的一个建筑当中不一样的地方，它含有很多的一些人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意涵，是不是在跟请庄副院长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的，那个我想哈，我们一到那个我们正门佛法僧，就是代表我们以病人为中心的象征，那上人希望我们大医王白衣大师要真正的就是以病人为中心照顾病人，那这个四合院的这个花园让这个我们的病人可以坐着轮椅的也可以到那边去赏个花，其实不是只有照顾身体上的疾病，那心理上也可以获得一个疏解，那个压力其实是可以释放的。所以其实在不管是说在硬体设备，还有一些的我们的软体哦，我们的现在的病人的看病你知道现在人口都是比较老化，80几岁的看病的很多，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电子叫号系统，这电子叫号系统
非常重视病人的隐私性，那他不用再一直开门，一直开门，每次一开门就看到啊，医师大医王啊，院长正在帮人家看这个听诊啊，这样很不好意思，所以只要健保卡插入就可以报到完成，而且马上知道，哇，这个是90几岁的阿公阿嬷来看病，要优先，因为他体弱多病，所以很多的设计其实都是代表慈济人文这些的用心，真的是很感恩大家。是，不只是人文，还有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子一个照护的观念哈。那除了在这样子的人文底下，那我们的医疗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是不是请吴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全体就是医院的同仁啊，不光是医疗啊、护理啊，还包括行政同仁，都是本着人本医疗、尊重生命的这个理念来服务病患。那在我们医疗来讲，其实重点除了预防医学以外，就是帮我们社区民众啊、社区的乡亲们健康把脉之外，那我们还要面对每天可能非常多的一些急诊的病患，特别是一些急重症。那这个其实就是考验我们团队一个这个能力啊，医疗的能力啊。那特别是像一些多重创伤的病患，那个要牵涉到非常多医疗的配合，大家能够核心协力，才能够把病人治疗好。是，对，吴主任刚刚提到哈，我们的医疗上面有很多一些急重症的一些病患的需求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一段 BC 啊，有关于急重症病患的一些治疗的成果。一束鲜花无法道尽重获新生的感恩，一场车祸差一点带走一条年轻的生命以及一个家庭的欢乐，幸好在医疗团队的合作努力下，故事有了最好的发展。2011年3月，刚满20岁的曼玲因为一场车祸造成全身多处受伤，被送到台中慈济医院急诊室时已经呈现休克的状况。由于车祸当下巨大的撞击，造成曼玲的肝肺破裂，大量出血，肝脏甚至因为横膈膜破裂跑到胸腔。为了抢救生命，胸腔外科、一般外科、神经外科、心脏外科等多科团队全心投入，终于把年轻的生命抢救回来。很谢谢医生，谢谢他们帮助我，然后还有慈济的医疗团队。四年来，台中慈院不仅抢救生命，更守护着乡亲健康。由于台中慈院位居山县，邻近的石冈、东势、和平、新社等区没有区域教学医院，一旦遇到急重症，居民的性命只能仰赖跨区的医疗救助。也因此，台中慈院医疗新大楼的启用，除了原有的预防医学，更朝向急重症以及癌症治疗等多科团队整合的医疗服务，在科技与人文的结合之下，为病患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品质。吴主任，我们刚看到的这样子一个很成功的医疗的一个成果哈，是不是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台中慈院在医疗上面的一些和护血的一些情形？是，刚刚这位病患大家看到哈，他是在非常危急的状况之下，那因为车祸来急诊室，面临休克、昏迷的状况，那经过各个团队，包括神经外科、包括心脏外科、胸腔外科、一般外科、肾脏科等等。那在一个团队合作之下，能够做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手术，包括他脑内压一个测量器的一个装置，包括这个胸腔开胸止血，把横膈膜这个破裂做一个修补，另外肝脏还有多处的裂伤，也做一个缝合止血的动作。那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辛，因为这个手术本身很不简单，但是术后的照顾更麻烦，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等于多重器官受伤的病患，至少有5大器官以上。那在加护病房，甚至这个要靠许多护理人员还有呼吸治疗师营养感染等等这个几乎超过10颗以上的这个团队通力合作才能够让他能够这个拯救回来，而且恢复到跟正常人都差不多这是我非常特别感动的这个病患那医疗团队的通力合作才能有这种成功的案例。当然还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譬如说像心脏外科经常有碰到一些主动脉剥离那是非常危险的，来急诊室甚至已经没有生命真相但是经过我们心脏外科医主任也都能够把他救回这是我想非常多的例子都可以去值得去让我们
来分享。确实我们医疗团队有很好的一些成绩嘛，那为什么在台中潭子上人会希望在这个地方盖一家医院？那上人对究竟对这个环境当中有什么样的期许，以及对这家医院的一些规划，那是不是请院长帮我们做一些分享？看我个人的感觉，因为在中区过去十年真的是有很多的变化，那医疗的环境是越来越好，我想是政府的一个政策，所以在很多医院的素质的提升，在过去十年真的是有蛮好的一个进步。那但是我想上人希望在中部成立医院，我想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因为我们潭子是靠近山区，所以一些急重症的病人要到台中市区去做一些重大伤病的一个照顾，有时候缓不济急，所以我想他希望能够在山区这边能够服务，不管是东市啊一些新社一些三线的一个居民之外，另外对北屯地区也可以做一些很急重症的一个及时的一个照顾。然后另外就是整个的医疗人文，我想上人也是看了最近的一些医病关系之间的一些种种复杂，所以他也希望以慈济的人文能够把它带入到医疗的人文，这一点是我们这个做弟子的必须要非常非常努力去把这一盘贯彻起来。因为身为一个医者，我想上人是对我们寄予很大很大的一个希望，希望借由大医王去以病为师，然后以人为本的一个概念，只要听到病人有不舒服的地方，应该以闻声救苦的方式去帮忙病人。所以我相信上人一直希望能够在中部地区成立一家真正有医疗人文的一家医院，尤其是上人一直希望我们把医院当作一个道场，那病人来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在病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想这是上人一直希望我们在中部设定的一个目的。是的，那除了一些急重症的医疗，那未来在慢性病或长期照顾上面，医院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庄副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比较弱势年老的病人，我们也有想到怎么帮他们服务，那所以原来的这个院区啊，我们会有设立一些护理之家，那尤其是一些失智年老的病人，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比较细致的服务。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走入社区，我想上人是希望人人还没有生病之前，就是上一治未病哈，是能够照顾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开一系列的健康列车，希望大家哈民众有空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是的，那慈济跟一般的医疗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除了医疗以外还有很多人文的结合，那这是上人对我们的一些期许。院长是不是跟我们简单的这个分享一下，在慈济台中慈济医院一些人文跟医疗结合当中的一些感动跟同仁的一些体会呢？身为一个医者嘛，当一个医生，我想最重要是拯救生命。那我自己的感觉，在这个四年八个多月以来，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成就我个人的慧命。那慧命是一个很难讲的东西，你必须要不断的去体会哈，从师兄姐的身上，从上人给我们的一个慈示，去慢慢的体会。我真的觉得这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同时，同仁我想很多也深有同感，在过去的那么多年以来，进入慈济是完全不同于平常的医生。好，那感恩今天三位来宾来到现场跟我们的一些分享，以及感恩我们的这个会团队的一些协助。那我们今天很感恩全球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好，我们下次再会，感恩大家。真心就好。